此刻你在哪里？哦哦哦！啦啦啦啦滴啦哒哒哒哒。这看起来像是在做什么？哇，惨了！哇，真的要！哎呀，惨了！哎呀，惨了！一看到这些光，在这里面就……啊！ 哦，今天又热啊！哎，我们应该到这里吧？这次呢，任务是团队行为。哦，团队了。哦，太好了。我们会通过三项考验。三项。每一项任务，如果你们能够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，对吗？对吗？我觉得最惨应该是有时间限制。哇！对，时间限制，那是最难的。 如果你们成功以后，将会为大家提供一个恢复气力的料理。是什么呢？应该里面会有虫草当归当身吧。我先告诉你们第一道菜，党参黄芩炖鸽。党参黄芩炖鸽。你看我说吧，不是炖汤吗？哎呀，鸽子不是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要表达一下对这个菜的向往，要不然它白说了，好吧？对，好吧。一二三，再说一次，先把第一道菜是什么？党参黄芩炖鸽子。哇！ 告诉你辅菜好了啊，海带炖排骨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以及冬虫夏草瘦肉粥。哎呀，好的，这是第一道，这只是第一套，第一道，这个任务完成就可以得到刚才我说的。OK，第一项的动的考验任务是。 挖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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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挖！挑战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哎，别，就往这边扎的，往这边扎，往左边扎。我都不习惯。不够深的话，我们再挖深。冬菇呀，不要急，没关系的，从容一点，从容一点，从容，从容一点。 五、四、三，OK。二、一，换人。这样你太累胳膊。是有点拼命。换人。好，换人。来，对，先打出个轮廓，大家，华尔你夫的产能图吧。还有5秒。 你不要急，对对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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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！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怕我会动作很大的。哎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换人，换人，走，加，走，加，这。 因为他演电影了，对，你现在终身喜剧了。啊！啊！他每次都很大，是吧？啊！啊！不行，这样会没力，没力，没力！啊！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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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还有十秒，四秒，对，你再修边，哎呀，
孙悟空。啊啊啊啊啊啊！没了，没了。我修边吧。好了，先边修完了，这个绳子不算，刚才在那边走了。你不要讲话了，你快点弄啊！修边，修边。好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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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先了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五，等一下，四，三，二，好，一，时间到，停。来，现在我们请裁判来量一量，可以啊。肯定没两米了。啊，两米在这儿呢。够不够？够了吗？两米够，两米够，长度长度来一米，从这儿开始来。啊，够不够？一米在这儿了。啊，够不够？一米在这儿了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，够，深度。你后面不会让我们把坑填回去吧？第二个任务呢是灌水。把这个灌满。对，限时呢是三分钟。另外呢，作战方案你们自己来制定。两个人打水，剩下四个人就来回往下传就够了。剩下四个人就站成一排。如果本轮挑战成功之后，你们将会获得提高免疫力的红枣薏米燕窝煮、京炒杏鲍菇、油淋茄子。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哎，这个快递。哎，哎呀，好好好。啊啊啊！桶掉下去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没关系，先有五个桶也不怕。哎，你在倒是吗？我倒。来，五锅，来，炸，炸，快，快，炸！慢慢慢慢，不能浪费，够够够，不能浪费。哇！扔一下，扔一下，扔一下！直接过啊！直接过了。还有三十秒。两个人比较快。对，二三。我的膝盖。可以吗？不行了，不行了。还多少秒？二十七秒。放弃。五秒。放弃，来不及了。放弃。来不及。时间到。凭良心啊，你哥。那是凭良心。等于满了。啊。哎，好，虽然大家很努力，但是结果还是啊失败，所以套餐那个没了。这样子玩法，怎么养也养不回来了。对呀，不用养生的了，能不能生是个问题，还不用养了。对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项，跳远。啊？啊？
跳远，全体都要跳过去。我不行，我不行啊，我前期声带受伤，不能跳。我帮他跳，我帮他跳，我帮他跳，我帮陈哥。也没有了，我尽量吧。不用，韧带不要开玩笑，我帮你跳，我帮你跳。就是范老师，你可以吗？明哥，你哪里受过伤？我这个膝半膝。不是，还有。我们膝盖。还有你的肚子会不会打阻碍你那个跳远？我们两个不要跳，你起来吧。对对，我们两个受伤嘛，我们两个这样扶持嘛。你看，你看。程程哥有思想代劳，对。然后范老师加助跑，助跑助不准吧？如果任务获胜，你们将会获得壮筋补骨汤，哇，以及鱼香豆腐，这个不太，还有凉拌洋葱，一般呢，一般呢，除非是麻辣火锅。来，有请第一名参赛者，你进来吧。太轻松了，太轻松，成功。第二名。思阳蔡老师，耶耶耶！小智，要在那边呢？不，紧张了，我太紧张了。把手给我们，这样好紧啊。这样吧，我相信你。你想起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当兵的感觉。有新时期胸怀军旅梦，告别了家乡跑部队，当上了炊事兵。肯定的，明哥，肯定的。十七岁，加油！十七岁，哎，这是没有的感觉。十七岁，脚弄一弄，不要打滑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